大家好，我是安哦。十二天的日本自驾之旅准备开始。竟然去予阮坐着皮卡丘的飞行机，想过水啊啦！可惜开始落雨，天空不作美。好可爱！这只皮卡丘的贴纸钉。放在微顶管的摄影镜头也真舒适。飞行机稳定了，会分这种一次性的耳机。足久无坐过滑行啊！飞行机顶管原来有遮侪电影，搁有迪士尼的小游戏会使耍，足欢喜的，乌云拢走去啊！甲梧桐号联名的餐，包装真高级。在一只机场，皮卡皮卡，真体操，无食中途的我拢甲食了了。四国的山足多，树林啊嘛真茂盛，足水的。出关了已经乌天啊，今日搭上巴士要来去高雄市区。即届有华航的优惠券，会使免费坐。玉林公园的门票，阮排最后一天要去。房间内面已经有放八瓶啦，不过大厅边啊嘛是足大心的，搁加放。我们为什么会被升级？因为我们迷路有吸够经验值了，升等级了。我第一次耶。房间被升级耶！有人爽到安尼欢喜咧笑，怎样？真正是头一次伫咧日本住着遮大间的房间，搁有大客厅。那有个茶水间呢，好可爱哦！喝茶的茶杯。本座竟然阁有两间，这间是入门的头一间。哇！眠床的边啊，阁有第二间大间的。哇！有够大的，有浴缸以外，阁有淋浴间。电视有两台耶，拖鞋里面有准备睡衫，惊喜开箱完，要来出去吃东西，房间的边仔就是高雄中央商店街，经过这间足够水的店，想要吃，可惜客满。好佳在边仔这间居酒屋嘛，真有气氛。来宾全部拢是在地人。好难点哦，都是日文，都看不懂。酒有超多种，美酒、桃子、苹果。点餐敢那咧点煎，上来一碗小菜，很可爱，是给这种好复古的。热的毛巾。蜜柑什么的，橘子酒，撒过了的毛豆刷一块洋芋丁管。本来日本的炸鸡软骨是圆的呢，好像鸡腿上面那个圆圆一颗。干果十九，好好喝啊！随便就喝完一杯嘛。Thank you。这边是老油小弟吧？啊，这边是煎的鸡吧？看起来好脆呀、啊！炸牡蛎，哇！汤的鸡腿，有骨头的那种，好香哦！广岛炸牡蛎。很鲜哦，再加美奶滋。它本来是扎实的，没有粉粉的，我最讨厌粉粉的，没有过多的调味，只有胡椒。
黑胡椒跟肉这样的，吃它的原汁原味，蛮好吃的。我今天要带大家坐船去指导哦，大家晚安。